我那个手机啊，我感觉真的是手机有问题，我重开了。我重开了，因为我太卡了，我把人都卡没了，人都卡没了，我真的很无语。那别人好不容易刚刚有人给我点赞，点到一两万的，我不是不清不清的遗憾的对白。买个路由器，外接，就是外接的呀，是我手机的问题，因为来修了，就是我家网它已经来修了，哎，就是已经修过了，但是还是很卡，之前没有这种情况。然后我接着看，我现在看一下换一个手机会不会好一点，我看换一个手机会不会好一点点。谢谢笑脸的小星星。前感觉手机问题有可能因为这手机很卡，就很烫。后面这是那个，这个是几啊 ？iPhone X 熬夜呀，这不是十一啊，这个是 X， 好像是 X10。后面说我好看，题也说我好看，就差脸没说我好看了。他一边吃，他在你旁边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他来给我刷了个笔，刷了个真的爱你，你不给我刷一个真的爱你、啊？怕我说他坏话，赶紧进来。他没有进来哟。Tommy 啊，呼叫 Tommy 啊。苹果电脑都要开空调的，嗯，应该就是发烫、发热、发烫的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笑死我了。Tommy， 听说你夸我好看，你怎么不当着我的面夸呢？你过来看他们俩谁呀、啊、T 跟 Tommy。欢迎九下，我都没来海口，你怎么看我面？哼，就想把我骗去海口，就想把我骗到海口去。你以为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？等那个日料店开好了，我再去。你的日料店什么时候开好？谢谢关注。有地方。
谢点赞。问你啊，你的日料店什么时候开好？居然有我跟他讲话不理我的人，讨厌死了。终于不卡了，好了已经。怎么这个咖啡越喝越困啊？美丽的灯塔，再不理人，我没有不理人呐。上次不是说上高中，谁说的上高中？你是错人了吧？我都80多岁了。欢迎小肥猪刘强东，刘强东在开会吧。今天下午打 PK 真的是死翘翘的被打的。对啊，你们应该问我是怎么保养的。刷这咖啡怎么越喝越困？我感觉我头在发，我在头好晕啊，真的。今天下午我真的是太惨了，今天下午我真的直播间没有大哥不会再接 PK 了，任何人的 PK 我都不会再接了。夜照小仙儿小星星。我好想哭啊，但是我要坚强。我不是网络卡，你看我这个手机不卡啊，这是手机的问题。好想睡觉啊，我好晕啊。我不忧郁，我是昏想睡觉。 No， 我要工作。没吃肉才晕了吧我。
没有，今天下午这个天气就是很暖和，很适合睡觉。谢谢周杰伦的小星星。白夜洞，谢谢苏格嘎的小星星。谢谢关注。我很喜欢嘟嘴啊，只是我直播的时候在控制我自己不要卖萌。我平时很喜欢嘟嘴，就这样吧嘴，把嘴吧着。卖萌不可耻，可耻的是人，可耻的是你卖萌，别人说你好丑，你跟他卖萌，别人让你别恶心他，这才叫可耻。我是重庆的。大家对重庆的美女的评价好像都很高的样子。累呀，我累呀，不想播了，给我找个厂上班了，想去做流水线。我家网不好，对，我家网不好。哎呦，打罗西亚，打罗西亚。